不会说不清楚啊，哈、啊，底下做事的相对取代表，这是一个啊，因为你可以参加很长，不能在议会里不选任何一个代表，我们任何代表你都选我不如你。你们在地的人就可以为优先，这会吃上官司哦，这份也得给自己三等亲以外的人来做。请问人事主任，来，你回答一下。所以他夹杂这个风雨气就经过台湾，最严重的当然是南区，还有像那个布里、罗西、义里、红叶、南野。我是说到了这个通知了，要去领这个钱状。那目前有八位的，到底发了没有？八位。那另外得标的厂商，请我们去做，因为大部分的我们五座山嘛、啊，我们讲说五座山，我们那边是走五个农路，几乎都在摊方了、啊。五个青椒也要把它拍出来，并不合效。便当买便当发给个人的时候，也要拍照啊、要合效，当场要吃的，造成这个文件的相当的啊不舒服。已经风雨结束了，所有台电都在那边不远了，而且指挥中心也解散了。然后上官所邀请我跟副主席在二楼会议室，因为我是在这样，我觉得这个预算书我要了解。经过采购法然后厂商得标之后，他要雇哪一个任何的团体，而且经费是由我们的开户街厂商里面的经费去支付，非乡公所也非建设科所以说这边乡长在这里来澄清。